超级爸爸，我的爸爸才是最厉害的。我爸是大力士，能单手抡杠铃。我是马大力，大力出奇迹。我爸是功夫大师，会铁砂掌。我的私房钱。人生易如反掌。这有啥？我爸是大胃王，吃饭谁也没他快。怎么个快法？看我的喝饭大法。怎么样，够快吧？我承认你很快，但是如果我爸会瞬移，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？瞬移，我三二，晚饭都做好了，一个个的还在外面野，给我回来吃吧。真的瞬移了。嘿嘿，我的爸爸才是最厉害的。